还有一个烟筒面包。那要个什么口味的？都有什么口味的呀？咱们这里一共有五种口味，榴莲、蓝莓、酸奶、抹茶。那我要蓝莓的吧。一个原味的9.9，嘉兴的4.1。啊，我要14块。这是蓝莓冰淇淋吗？蓝莓你来了。想买糯叽叽，对的，我又来了。那个榴莲都吃的咋样？很好吃。这三个我一样要一个。好，谢谢。还要一块蓝莓的巧克力。这两个加一起多少？一共30吧。你好，姐，我要的熊猫斑斓皮的叶边。这个是18。这个绿色的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斑斓条，就是用那个斑斓叶做的。刚刚16付过去。好嘞。如果蜜饼怎么卖啊？10块一份。来一份。一份是一个吗？姐，这都是炸土豆吗？对，我自己刮。要糖醋麻辣的。焦一点的还是软一点的？焦一点的吧。要一杯暴打柠檬茶，老板，西瓜手打柠檬茶吧。小冰正常冰。正常冰。我要一个抹茶小怪兽。抹茶这个呢，有巧克力的，然后有草莓的，还有芒果的。芒果的是卖的最好。那我要芒果的吧。Okay. 老板，寿司怎么卖的呀？寿司是按个卖的，想哪一个可以说。来个蟹柳的。一起烧的。来一个，芥末章鱼的。17。喝完放心吃，先尝一下这个烟囱面包，真的好大一个呀，比我的头都大。它里面是蓝莓奶酪和奥利奥的。它里面的蓝莓奶酪就很清新，吃起来。这样吃都感觉不排斥奥利奥了。现在小吃街都有淄博紫米饼了。很挡饱。就是正常紫糯米的味道。这个是糖醋麻辣的土豆。很喜欢糖醋味。我觉得这个形状的更好吃，更酥脆。你看这个压扁了的寿司，来个芥末章鱼的吧，蘸点小芥末。整个就是静止状态吃芥末，很上头。吃起来有种辣白菜的味道，这蟹柳的也不错。这次老板又送了我个蛋挞，这次又上新了蓝莓提拉米苏。下面的提拉米苏很丝滑，蓝莓在嘴里一口爆浆，柠檬片好酸呀，糯叽叽。味道很清新，一点都不苦涩。巧克力就微苦，吃起来还挺纯正的，和我的发色好像啊。小熊猫。这个是小怪兽的绵绵冰。搭配这个芒果酱就很清爽。真的好社死呀，我在外面吃东西。刚刚我还让一个小姐姐帮我拿手机。老板，这些面包怎么卖的？
有9块钱一斤的，有10块钱一斤的。哦，我要个肉松的。肉松5块一个。嗯，行。那个是什么的呀？热狗。热狗。对。我以为是开花肠呢。就热狗。也要一个吧。那一个口味来一个吧。这个是紫米馅的。哦。这是紫薯，这是红豆，这是红枣。嗯，红枣核桃的。哦，红枣的要两个。10块钱一斤的，有9块钱。下面。蜂蜜的呢？要4个带馅的，4个不带馅的。这都当天的面包，没有过盐烧乳酪。那也要一个。这是月种蓝莓，草莓蓝莓的。要一个蓝莓的。这一共多少钱呀？23。喝完放心吃，先来一个肉松面包，酱还挺多的。整体吃起来比较丰满，不腻。来个枣泥的吧，是紫薯的，感觉紫薯的吃起来比枣泥要健康。搭配 AD 钙奶，这个是热狗的面包。我怎么吃着淀粉肠的味道呀？这个是炭烧芝士。这个吃起来有点干，不太好吃这个。感觉这个蓝莓的应该好吃，这个好吃，里面还有椰蓉，这个蓝莓酱好酸啊。这个也是紫薯的，喜欢这种软软带夹心的面包。这个是紫米的，看着也好软。嗯，里面的紫米糯糯的。饱饱了。阿姨，什么是乌漆抹黑冰汤圆呀？是用桑葚做的，熟了的时候就是乌黢乌黢的，所以叫乌漆抹黑。那我要一份，马上给你做啊。嗯，那个里面是粉色的萝卜吗？你看香水柠檬，广东。这里面有几颗桑葚呀？几颗桑葚呢？15块。阿姨，我要一个桂花青团冰豆花。好的好的。这个怎么卖的呀？这个12块钱一份。要一份。这个是迷你小青团，很糯的。这个是马蹄爸爸做。好，谢谢。大马花就所有小料都有的。那我要一份。好的，好的。这是仙草。好丰富啊。嗯。好。这多少钱一份呀？对，16块钱。我要多点菠萝。好好好。有菠萝多点点。我要一份白桃乌龙拿铁。这是撒的什么呀？这是皮根果，现在很实惠的。这个券可以用吧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的，谢谢。先尝一下这个白桃乌龙拿铁。上面一层是动物奶油，还撒着碧根果脆，超香啊。下面的拿铁也好好喝，有一种淡淡的白桃味儿。第一次吃乌漆抹黑冰汤圆儿，里面是新鲜的桑葚果肉，底部的冰沙就很清爽，酸酸甜甜的，太适合夏天了。这个是香水柠檬，好酸啊。杨梅冰糖圆吃起来就很糯很 Q。 这个是桂花青团冰豆花，迷你小青团好糯呀，马蹄爆珠在嘴里一口爆浆。
面像甜口的豆腐脑，但是下面的冰豆花很滑嫩。这个是大满贯冰豆花，料好丰富啊，上面好大一块酒酿呀，入口好滑嫩呀，一口进肚。这个是菠萝冰，看着就好清爽呀。里面都是新鲜的果肉，阿姨说都是泰国小菠萝，吃起来可甜了。冰冰凉凉的，就特别适合这闷热的夏天。今天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